来看心病的，说吧，心病是什么？心病就是我的弟弟，我亲如手足的亲弟弟，他还没有老婆，所以说我今天把弟弟带过来，也希望在咱们台上牵走一走，牵走一位咱们台上如花似玉的女嘉宾，台上16位如花似玉的女嘉宾，希望你们能慧眼识金，和我的弟弟牵手成功。好，这就是我心里面最大的愿望。弟弟汤阳，加油！好的。那接下来，哥哥和嫂嫂已经做过广告了，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。来，掌声有请这位男嘉宾汤阳，有请。全程热烈。大家好，我叫汤阳，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，今年31岁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小汤饭店比家好，一年挣的不老少，缺个媳妇儿对我好。